夫君真是出人头地了。夫人，你要心疼老爷呀。还要你教？就你这样寻常人，死丫头。先问了国家家事，看看行不在吧。我堂堂侯爷夫人，若是混进不三不四的也算进来，那可成不了。夫人放心，老爷眼睛尖。二娘子，过。夫君。啊啊！这帮狠心的学子，竟把我夫君累成这样。哎，哎呀，夫君为了大唐学子芸芸众生，再累也是值得的。值得个屁呀、啊！出名我是出够了。太过瘾了，这是。王氏以武封爵，夫君却以文造势，成了大唐的名流，生生让王家祖坟冒了青烟呢。什么青烟不青烟呢？全是妖气。侯府我是待不下去了，明天咱们就回山庄避难。夫君想回山庄了？对，明天就回。这个鬼地方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哎。哎。哦，老板爷，这什么时候才能轮得着我呢？今天太晚了，小侯爷已经倦了。那明天呢？明天再说明天的。你们要是倦了，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碰运气。今天我们不走了，就睡在这儿。那就随你们的便吧。哎，李家三儿。以为没看见呢，谁家三了？什么眼神？他没说你，说的是我。君子坦荡荡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退回来便是。哎呀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！哎，老板娘子，这看着点，这什么时候能轮得着我们的？朵是白的呢。没见过这么娇寸的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腿站麻了，此地比九龙快，给我活动活动。赶紧把这儿收拾了，然后再擦下柜子。是夫人。孩子，下来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先。不听话，抽你了啊！回去，走吧，走吧。